你都打人啊你他妈缺德玩意儿。前卫全面交会，带你分析一个拥有就是这么神，一个不喜欢做错没错就是这么任性，我做出郑重承诺，当时我提供这个精神打得太厉害了，拿刀杀我，不要打人，拿刀杀人知道吗？小子，你不至于这么过分吧？那生意不容易，好不好？完了，完了，看着你打的，打人干嘛？打人打人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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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人啊！别打人！你干啥？你干啥？是不是打死你？别打人啊！操！别别别！凭什么打人啊？你们可以报警！你们这是假的，你们警察怎么敢这样打人吗？你是警察吗？你们是警察吗？你是不是你们是警察吗？你是警察吗？报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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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人家也不容易啊，好好说不行吗？行了，别吵了，我也敢给你干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真是的，你干嘛呀？别吵了。你脱完衣服没有？真的，说实话，哥们儿，你别你岁数大，来不家咱比划比划，咱俩比划比划，来，行不行？干不干？找年轻的行了。来，随便你找一个人，随便你比划比划。你把衣服脱了没关系，警察也可以把衣服脱了，你比划比划，干不干？我操，我就摆烂劲，我就比划比划。你又把我干趴下了，我叫你爷爷，行不行？大首都你还这哥们儿他妈这卖了好多年了，我操，我吃的水果都吃了好多好多年了。你不让他摆可以，他不摆完了，对不对？你别说咣咣剁，我操，这脑袋，这他妈，这哥们儿看打啥呀？对不对？这哥们儿，我买水果，说实话的，我拿钱不能拿走吃的，我说实话，我出这口气。你们都是小伙子，你们都是。是吧？上午就一个人。真的，你们把衣服脱来，哥们儿，咱比划比划。你别穿这个衣服，没关系。我他妈比还不还不要命呢。对，他们这种外地来的都是不容易的。啊、穿了一身都狗皮，你怕？不是，我什么狗皮？警察他也没打人，我操的，没权利，对不对？你比划比划怎么？要不行我就丢这白菜。也没有权利，咱比划比划，谁给我比划来？放出来，给我比划比划。吵吵没用，生气啥用？哥们儿，咱这一块干到底，哥们儿，我这是就是说实话，今天都不用我都敢去。他们仨了，十来个人打我。